他们在直播，然后下来参观一下。这个是正宗的农村山城小洋房，这个好好搞的，看一下什么时候努力努力，也回去搞个跟这个差不多的，是太爽了，我觉得这种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客厅，很宽。这边上楼，哎呀，这好好，真的是。你看，上面这里就一个，那里挑空的，那里可以看下去。这里是二楼。这边房间就不去看了，你看从二楼还可以看到，这边客厅，哎呦，真的我就喜欢这种挑空的，太爽了那种。然后上面就三楼他们的那个直播，在上面直播，就里面那里在直播。出来外面这里还有个小阳台，哎呀，真的是这种风格我老喜欢了。除了这里，下面就是院子了，有点黑。但是一望出去这边，很舒服，真的。哎呦，看这里还有个露台，哎，但太黑了，看不见。哎呀，加加油，努努力，争取这一两年回去，回家里面也搞一栋这样子的。洋房起来。